我还记仇啊，小时候有人上去妈妈妈你爱他不爱他不爱他他旁边没有做什么，他就没有一直看着我，他就看着我 maybe like 5 seconds 刚刚那个 girlfriend 就是很 super intuitive， 他就他旁边一下望过来，那时他的 girlfriend 又望到他的旁边望着一条女孩子。不要害到自己啊，然后我就 let
可是我不是原谅他这个人，是原谅我自己，因为在恨他的同时，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受到影响，很容易受影响。对，然后我就觉得啊，恨他这样累，不如放过我自己。可是我还是不原谅他的，我是觉得等报应来收拾他就好，不要我出手啊。你有卡吗？你没有卡吗？你还是有卡吗？对，你还是有卡吗？你看到这边就有。晕黑，对不对？所以你的故事是这样，我不是不相信别人，我还是会相信别人。可是在相信别人的时候，我会先问有保问别人呐、啊，就是问其他的人哦。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今天有400块就可以才给你骗，叫我宁愿不要有400块。为什么别人每次被骗钱？我对钱的东西很羞伤啊，因为你 accountant。这一杯，然后每天回来吹个门 right， 这个 juice 啊，你在家自己榨吧，你知道吧？哦，那个便宜。你们怎样表达我很生气？还是你们会做什么？你们很生气的时候，你做什么东西？沉默。Sour face 啊！不要出神。回家的时候 blast the music， 或者去跑步。我会 sour face， 然后讲别人，我会讲啦，我就来，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你喷洒看你跟谁是什么 situation 的，什么会弄到很生气？谁？一个人撞人，人或者 scenario， 人撞很 stupid 的东西。How stupid is it？ 哦、oh, ，我很比例啊，我 lag 的嘞。哈？我很 stupid， 很 stupid 的东西，对你做一个很。可以 ，let's say 他突然间讲你在一个 public 的时候。可是很多人的时候在 class 我会很 lag 的，都讲我了，我习惯了。我很慢反应，所以我通常是过了很久，我才 identify 到原来公认我啊。没有啊，我才 identify 到我不爽什么，因为那个过程我不会不爽了，我很久之后我才会不爽 ，maybe like two hours later， 可能我就过了那个报仇的机会，就好像有一天我从车下车。然后跟 Vigo 几架车、oh. 又有一个另外两个人下车这样，哦、oh, ，很长发生的事。I told you 我有一个这样的 curse， 就是会他后面没有做什么，他就没有一直看着我，他就看着我 maybe like 5 seconds 刚刚。那个 girlfriend 就是很 super intuitive， 他就佢后面一下望过嚟，嗰阵时佢嘅 girlfriend 又望到佢嘅 girlfriend 望住个呢条女。然后他就来穿我啦，他就看到我很不爽，然后他就整把那些咁样嘅样， oh, 我就哇，我没有做什么嘞，没有你是这样子，我都还没有做什么嘞，你这一个动作我就很想做什么了，可是你就弄到我很想做什么了，但是那个东西我不 realize 我生气，我 offended 不是生气啊，我就 offended。Until like 2 hours later， 我可能去做完我要去那个 mall， 我要做完我的东西，食饱咗呀，一下子走紧第啲嘢，一下子哦，不灵，我别送刚才那个哥他整我，但是那个哥的发就 OK 了，我很 sorry， 很 sorry， 呀，就回家了，我就觉得我的生气很 delay， 所以这不会。发在那一个当事人的身上，或者那个人是你认识的人，你还有机会去看回他。然后他弄我生气，他之前弄你生气了，然后你回家，哦对哈、哦，生气他，你可以看到他，嗯，明天看到他，不要 friend， 不想讲话。干嘛？啊，算了，干嘛呢？不想讲话，不要踩他到我的气消了先。However long it may take depends on 他做错的东西有几大，有几大我啊 ，like how bad 他 screw up。有的 screw up 一个很，我打我可以，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有生气都很主观，因为我母羊座。我的生气会要有哦，会很难，因为要看很多东西。我母羊座生气会生气那一刻，然后过了没有事，但是那个气一定要消，所以那个气要消的还没有消的，就好像我现在生气，
但是现在已经晚上了，但是我明天早上又会有去 jogging， 然后我又会再看到你，我都还没有去 jogging to let the steam out， 所以我还是还会生气。现在明天也还没有时间去 exercise or whatever， 一直没有消，没有消，没有消，这样就好。However long it takes for me to 去跑步，然后我没有生气了， OK。所以没有什么 power 的人，这呀，这里生气，这里就没有了。No more like， 我小时候最好笑的，我 send message 那个人的名字啊，你可以 WhatsApp type 的吗？我还写哦，他做了什么事情让我很生气，不要跟他讲话那种，你那我都会忘记啊。我爸爸也是，每次他一开 text， 我出事都讲，哎，我应该 reply 人家。按进去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的 message 说，哦，我在生气他，然后我就做回去，我就不 reply 他。有时候他可能不知道你做错什么，他知道，他特地，可是他没有意识到你，他特地，他问也不可能是错的嘛，只是你们两个不一样罢了。最后我来了一个网剧，我俩争吵下来有结果，然后我就忘记了，然后我就跟他讲回话了，所以也没有什么事情我忘记啊，然后我忘记了。如果是我生气点要看那，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他没有达到我要求，然后我怎么生气 ？Are we talking about Alice？前面没有讲话，就真的是 having a conversation telepathically 讲，
Yeah, so 因为那个 couple 讲，哎，那个 couple 是穿着 couple T-shirts， 然后他就问弟弟有没有买，然后我就讲会很久进群了，所以很真很想这一样的东西的。所以你有这些这样基因的 friend， 这样你就不用多多 friend 啊。Yeah， 假如你们的 wedding， 你们的 wedding 可能。No， 不用，你不用，不用，不用给那个情感的基因的 feel 到的啦。我今天一发就结婚了，我催你。哎呀，是时间了啊。但其实也是有想过 wedding 少少能更开心嘛。你这样躲了那里，哎呀，还不够三姑姨八婆，那也全部过来。还要穿着多少来的？姨八，嗯，来，他们来我都不穿。Guys, girls, enjoy your me time. Yeah, a lot. 我就想自己一个人。Yeah. 嗯，自己很好。Yeah. 做 puzzle 的时候 ，depends on 你在哪个地方，我不能一个人吃饭。我有个 story 要讲。有一天，我要 campus 找我的妹妹。进来，进来，进来，进来。有一天，我要去 campus 找我的妹妹。坐，我在后面，就开始胖了。呀，要后面坐一点哎。有一天，我要 campus 找我的妹妹，然后因为我有一点点喜欢慢慢做东西，所以我吃了。妹妹是她睡死了，然后我就吃了，然后她就 call 我姐姐啊，你在哪里？然后我讲哦 ，on the way 来。她讲你好几久？啊 ，half an hour maybe。她讲叫你不用来，你回去。然后我就问为什么？她讲哈 ，half an hour 我一个人怎么办？知道你吃惊了，像只能找个位置坐着出来。你们是随身带书的妹，出来一个地方读书就好了。刚好我随身都有朋友的时候，所以我那个朋友跟我讲了三四小时的三十分钟的话，啊，我 lecture 已经过，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讲了很久的话。But right， 如果你是一个人在房间是在家的话，我会很 enjoy 了。我不可以一个人在外面吗？我恨不得天天一个人在一个人在房间。要我不可以一个人在外面，我的 me time， 我觉得我的 me time， 因为我是 cancer。我比较喜欢在 在我的 me time 是在家，就是我觉得很有家的味道的地方。有味道。所以有什么秘法就是了。啊，爽哈，这个气味黑莓。我的蛋白味。如果徐玲，呀，This is your scent。姐姐要出一个香水是姐姐的味道。如果没有家里的味道，我不觉得那个我会有 me time 在那个地方啊。我一定要自己的家，因为也是有，因为我是看色的原因。呀，居家。True。Me time is good. Very crucial for your emotional well being 啦。没有这样子。你要定下来，静下来，沉淀下来，你才看到东西清楚一点嘛。没有那个水一直搅搅搅，你一直动一直动，那个沙上面一直动一直动，你看不到东西，不清楚，你要沉淀了你才clarity。而且没有 me time 没有 clarity 啊，你没有每天出去，你每天出去的话，你没有 me time 哦，哇，你会 lost 掉，你会 like 没有，你不懂这种默，你一个礼拜一天在讲。而且很多时候我心情他一个礼拜没有一天以前一个礼拜都不在家。哇，想到你，我找到了我的 me time。At least， wow， congratulations。At least 我是还 OK， 打走。我已经
关系。Yeah. Make it simple. Minimalist. Minimalist. 对，断舍离。不要的丢掉，不好的丢掉，没有用的。再见的东西是，而且不找没有找你的意思，就是断舍离啊！你要自己留住自己啊！对啊，没事啊。Please move on 啊，找另外一个朋友。哦，还顾及想问啊，快快，你们是不是想唱歌？我打嘎，出去再玩。Yes, yeah. 对。刚刚他们三个人突然都唱歌，我没有唱，我没有突然唱歌，我突然听歌。两个人，你知道吗？我的车哦 ，radio 那个 radio 是坏的，唱歌在车 radio 坏了怎么办？只能自己唱。Take yourself with your own voice。那个我喜欢唱歌 ，radio 坏掉了 ，what to do？ Sing to amuse yourself。所以唱歌是那边 train 回来的，而且是我们三个又会音乐的话，所以不唱歌也可以。Yeah, I help it. I have very good singing voice, you know. Very musical. 因为老师没有 train 你 oral 多。姐姐，你看我们两个都是一个老师，你不是？哎，等一下，我和他也算是同一个老师，因为他也是有歌艺老师。好问题，我好像是上 college 的时候我才喜欢唱歌，就那我们就很容易的去记得那个 melody， 容易，所以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很快就会唱歌。Do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people who like to sing? Hello, interview one way interviewer， 有一个人你可以回来啊，他天天都在逼我听他唱歌，他天天都在逼。其实没关系，他在我的房间唱给我听，又让我爱他。Okay, shot. Just saute the tomato and that's my pepper, and that's it. So, big breakfast. But so late, yeah, but how we have breakfast? More healthy lah. But we are off day, wah. So if I don't wake up, I'm so late. 18 lah.